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湾日报社长李木通，今仔日咱要来访问杨慧桥，杨慧桥吼，杨慧桥女士吼，慧桥姐啊，是咱洛杉矶台美侨团吼，台美侨社诶，这个大枝头啊吼，伊的经历足丰富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讲吼。伊为台湾人做偌济代志安尼吼，胡小姐你好，你好，你1970年来美国，是，你来美国了后，1971就甲陈德福结婚，对，迄阵陈德福已经是迄个台独联盟内底的成员。我想，我无讲足清楚这点啦吼，伊是安怎对我讲安尼？伊咧下辈，甲我做伙，伊感觉讲做侪查女孩子咧，是讲对政治足敏感嘛。伊讲我拢唔惊，所以所以就看上我。伊他看上你是讲你有这个勇气，你唔惊？对，唔惊对。OK， 对，因为伊的关系，所以你才甲联盟建立关系。可能安尼也是啦，但是伫台湾吼，我读台南女中的时阵，因为我有看过《自由中国》吼，李政一本册，一本杂志，我就甲阮的导师讲，选举拢做票嘛，电费存掉啥，伊就甲我讲囡仔人吼，不要去管这些事啦吼，因为台南女中的我的学姐有一个就是，周报写一个对政府不满啊，啥的掠去立陶宛。哇哦！所以就是我整体台湾就是有这款意识的。OK 啊，那个陈德福，伊伫个联盟内底做啥物代志？你讲不清楚。有，伊就是当年是拿活动去参加嘛。就讲哦，蒋经国。迄阵要就任嘛，阮就为洛杉矶赛车去北加州示威游行，两个囡仔拢带来去。迄届伫 San Francisco。迄是几年？蒋经国就任是，就蒋介石死。1979啊。1976。迄届伫北加州吼，有牙吹啊小讲啊，因为。反对的吼，搞完这就是有闹。你用国民党党员来给恁反对？我是唔知国民党啊，中国那边啊。哦，唔是啦，伊阵拢是国民党。是讲工人部成立吼，中国第五分的，用无同的名。哦，对，伊有你监视啦吼。伊嘛爱查讲恁台湾人的吼，就但是迄阵动粗的吼。大部分拢是国民党，我嘛看过国民党的人足阿爸，咱的一辈哦爱去参加吼，哇，足去足嚣张的。是啦，迄部对就是。OK， 所以你迄阵都为台独的民主做些代志啊？迄阵就是讲那阵啊，支部负责人。爱联络啦，爱交钱啥，有个人就较袂遐积极嘛，我就主动拢替伊做遮代志啦。你所谓支部负责人，就是洛杉矶支部负责人，你替伊做一寡联络的工课啦，招待台湾来的朋友啦，那阵有啥物人来要演讲，大部分嘛是拢伫我的厝。好安尼吼。所以你拢是默默地做代志差不多会使讲我就是台面上看袂着你但是你拢伫后壁吼。安尼一直到1985年，陈德福过身。对，伊才过。伊过身了后，你嘛是继续吼。这个行台独这个路线哈，一过身，你有做唔敢？当然，迄阵囡仔都细汉啊，我女儿迄阵10岁，儿子是12岁安尼。是讲当然，伊过身迄阵，当然民怨足侪来帮忙啦。
然后相思啦，还是其他的代志吼，所以是人民家的兄弟也是很帮忙。哦，安尼吼，你迄阵，迄个经济安怎样过？我迄阵是有甲朋友合伙一间万纳佛陀。哦。啊，迄个万纳佛陀，另外迄个是一个。对，有一点迷信啦，是讲阮先生过身了，无爱甲我做 partner 嘛。哦，安尼哈。就讲伊想要 take over 啦。哎。啊，我迄阵都拢无收入，我就甲讲我不想卖，啊。啊，后来伊也袂好我的朋友安尼。哦，伊的分转袂好你的朋友。哦，啊，你就是靠迄间万豪佛陀。对，迄阵头啊是，就是迄阵完全没有 cash， 无啥物货。这段时间不只困难，会袂？是经济上，我就是比较乐观嘛。我袂讲安尼怨天尤人晒，我是不会。还是过来了哈。对了，对。啊，唔那个过来，你个做为台湾人做足济代志吼。这个伊过身了，我就变作大听得他出来讲啊，做灵官会会长啦，1986年，你做灵官会会长。1986对。等伊过身第二年，我就差不多。哦，这个有勇气吼。啊，这个精神嘛足好吼。普通人一般若碰到这个情形吼，我看真侪人吼，总爱足失志吼，全什么代志拢无爱插吧。哦，我是拢较袂安尼，你讲我离开可能无，我嘛是无啥物怨叹啦，是感觉讲因的决策是较唔对安尼尔。OK， 啊，这个讲到公农部吼，公农部你1996接手。九六我较入去啦，毋是接手，我才进去，头啊做编辑，到尾随做总编辑，到尾啊做社长。OK， 啊，你阵做编辑的时阵，功能部绝对要编。Temple City 啊。哦，有一张我毋是你当部。没有，迄当部是最尾啊，一开始。啊，一开始当部。一开始是当部 New York。哦。啊，尾啊，就刷来洛杉矶嘛。啊，头啊是信息站嘛。啊，到尾就嘛，什么代志不欢而散吼。啊，廖哥干掉球，啊，干掉球接的时阵，就是每个月拢踢五千啦。啊，我入去了，我看人民主席都真辛苦，为着逐个都为着迄五千块，所以我家己自告奋勇讲，啊，若要募款，我会当帮忙安尼。所以你伫个你功能部，你怎个甲拍拼，佮趁钱？我想这是功能部的历史内底，唯一我咧创的时阵有趁钱，有存钱。对。哦，啊，你是安怎做？哪会存钱？啊，当然是，我就是讲哦，看哦，樊茂清一本册咧卖，伫即个樊氏人的迄落系。会报纸咧登广告嘛，我就去找伊，啊，像讲募款忏悔，啊，迄阵有人甲我建议讲，哦，即摆要请谁来上好？李昂，因为迄阵伊咧甲陈文茜两个咧闹嘛，啊，陈文茜对号入座，啊，大家拢好像对李昂缺乏打压啦，啊，所以我就总敲电话给李昂，甲讲啊，可能不少邀请你来募款忏悔，主干家，我等伊台湾找伊，啊，找伊了，伊一声就答应了。啊，答应了，伊嘛无寡过，伊要送我一百本册，到尾伊家己伫台湾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要替台湾功能部募款哦，要扎一百本册来啦，亲自肯定。大批下来的一百本册，啊，我是感觉李昂这个人，那算作真有台湾话讲，这真有迄个义气吼。另外，即马报纸出来吼，即个做Canada遐想要请伊讲啦，啊，伊讲袂使，因为功能部要请，绝对爱功能部了，还会使。哦，哎，啊，迄个我头啊，唔知影讲李昂伊经济情况足好嘛，所以伊来，佮走去，迄个圣地亚哥甲达拉斯，
啊，达勒斯迄阵当然是林佑新伫遐嘛，林佑新迄阵做功能部的发行人，啊，所以就伫遐办一条，就先去一条。啊，甲身体个。OK， 啊，所以你就是靠募款安尼。对啦，就像讲，哦，迄册一本一百本嘛，啊，一本卖一百块啊。哦。那恁。一百本，一本卖一个一万块啊。对啊。嗯。啊，当然是无讲，大家拢买啦，吼。迄阵反正了，有一挂人会买。嗯嗯嗯。所以洛杉矶这条我捏出来万五块啦。net 的开销了哈，我去迄场我有参加。嗯，我想是啦，因为了大概做是那做 support 的。哎，伊阵迄个册名做《北港香炉人人茶》一本嘛，哎，我买一本，所以出一百块，感谢。哎 ，OK， 啊，所以你伫个这个，你伫个红毛光荣博这个时阵哈，无贴钱，还阁有存钱。对。哦，这是足了不起吼。啊，到尾也是安那，功能部那也无继续办。啊，迄册已经阁足侪年后啊嘛，伊三十一啊，利用三十九年，总停啦。哦，我这毋是讲这，我是讲，啊，你若趁钱，啊，你若办啊足好，啊那那无互你继续办。无啦 ，OK， 因即嘛吼，迄个总编辑，会做刘大。刘大元，因為他有一点残障吼，人做细汉阿文就会写。那伊一个好朋友伫Dallas 还是反正 Texas， 上伊讲伊 job 也走来圣地亚哥。好，啊，然后呢，我知影是这个王康和迄阵就第一卡电话来讲两部，甲我讲一寡代志啦。啊，我无遐侪时间，当啊，甲伊聊天嘛。嗯。他就很不高兴。我讲哦，你若要创啥，会当找，像讲美工啦，还是什么会？嗯。他就很不高兴啦。就感觉可能啊，我因为我要对那个对外，所有代志拢我咧做。嗯嗯。啊，伊就感觉讲，好像我是唔知伊安那想法啦。嗯嗯。啊，就安尼，就说因就讲要搬去圣地亚哥。因遐个人，吼，因遐有几下个，所以病人是做了袂歹。讲因要 support 啊，其实他有影没有啊？啊，而且因身体个，你有联名个人吼，做一个自告奋勇要做，哦 ，OK， 你做。啊，迄个人就是完全无 sense， 啊，佮因某来做功能部个编辑，啊，迄拢无经验个嘛。然后呢，即卖伊话讲。哦，要做 marketing 足简单嘞啦，啥物人拢会当做。我讲 OK， 你 you do it。伊想讲我做会当有存钱，他也可以做。结果三个月，我赚三四个月的钱都无啊啦。你阵存偌钱落来？存偌济钱落来？四万块的 cash 啦。四万块 cash， 三个月拢无呀？哇哦！啊，这嘛是真好开哦。你阵功能部一礼拜出一遍啊？我一阵出两间，啊，你一阵出两间，我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两次，啊，当然一阵哦，我到台湾无六七千块转来哈，然后美国家的陈龙儒啦、李华林，因咧开会，我看到我咧开口，因都拢写一千块啦，啊，搁过来，好可以用，我看功能不了，伊就订广告嘛，到尾刷一身底个，伊就无订啊啦。可惜用是人拢真帮忙安尼，那是真可惜的代志啦吼。那来当老的洛杉矶，可能今嘛可能不还在不会乖啦，因为是安怎呢？我迄阵我就给建议讲，可能不搬去台湾三会边啊。迄阵一间才卖八万呢。对。啊，你看八万哦，我开嘴，人就随人钱就要投资啊。对啊。啊，不要就讲啊，遐不适合。那迄阵的发行的是老前辈啦，迄就是拢读册啦，完全无迄个 business mind。啊，所以就无买，啊无搬。迄阵伫 Temple City 嘛，到尾讲要搬来回馆，他们也不要，啊，所以就是到尾就走去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也毋是 free， 迄嘛是爱共租迄个 office。你即马还有搁伫个帮忙即个联名做代志？
没啦。无、哦。因为因即马洛杉矶有洛杉矶的直播嘛。啊，慈惠讲哦，那像阮交通来迄阵，虽然阮拢无用，不，我嘛是，迄一日忏悔较高地倒啦，我可能该卖30%的人，我少的啦。哦。啊，迄暗，伫对演讲啊，迄票嘛，我该卖足济。哦。OK。啊，你无，迄个无做功能部了后，你嘛阁做足济代志哦，吼。那林冠辉啦，哈，因某林冠辉。林冠辉，你1986年做会长，嗯，啊，以后你就是一直的到帮忙。林冠辉哈，对啦，林冠辉普通我是因某较济啦，啊，到尾是 Friends of Taiwan 嘛，1999年了的是 Friends of Taiwan 的办会上。OK，Friends of Taiwan 啊，你嘛帮忙足济哈，嗯，系啊，啊你嘛帮忙这个台币基金会。对，台北金会，这是9899。哦，这本是你编的，是吧？对。哦，这本。这本杂志，这我去高雄市政府给推相片啦，来讲话方面没用到这个。哦，就不简单哦。啊，今年的台北基金会不只活动哦，会那个奖颁。颁奖颁不知道几种哈？对，伊有人文奖、科技奖，啊个什么特别奖啊，什么会哈？嗯，啊，迄、那个即个对上届，咱捌的上届咱上届知影嘛是杨清处，还有文学，人文奖，伊是人文奖嘛哈？人文奖，嘿，啊，即、這个科技奖是张俊彦。张俊彦，咱还不熟。OK， 啊，除了这是1999嘛，吼。啊，台北基金会，你嘛，即嘛要你到上班？不，足久都无啊，因到尾都家己都好像全无去一样，即嘛足久才开一届啊。我记得好像足侪年无啊，无咧开什么募款会啊、啥会拢无啊。啊，这是，这一阵的功能部的时阵呐。哦，一阵的功能部时阵哦。1997年10月。这里发《Eastern Economic Review》来给你 interview 哈。这，所以你上了这个国际媒体哦。这就是这个跟美联日本看到这啦，伊讲。难得大陆人民第一次媒体国际媒体出现哦 ，OK， 开始啊，真难得哈。啊，你给我帮忙这个传统桌哈。还第一年传统桌的第一年是阮几个做伙办的。啊，这是2000年的时阵。啊，可能2001年就是交予台湾会馆。我哩前迄年冇算冇存钱嘛，就交予台湾会馆接。对，2001年了的是台湾会馆的办这个。对，2001年，迄阵我就做。做董事对。哎，我做董事对。对啊，对啊，对啊。啊，自迄阵开始哈，这个传统桌台美人传统桌一直拢是台湾会馆的主导，因为台湾会馆。哦，那个资源较济嘛。对，那是一开始，啊，这以前拢是无同款的社团哦，第一，哈，这。我这第一次。哦，这第一遍哦。第一摆。哦。2000年以前无。哦，2000年以前无，啊，2000年第一遍哈。第一次。哦，啊，李荣惠做会长是吧？伊迄阵做就是做主席，就是做筹备。Coordinator。对。OK， 好。啊，你再过一个哈。啊、这是一个舞蹈团哈、哦，来大家表演哈、哦。这是长上人士哈，长上人士鸟语水，这是当时的代志啊。二零一零年五月，因集团哦17-18个人呢，啊，搁因的道具足济。啊，所以就爱要找旅馆，是讲好个在，因讲会当4个人一间不要紧。哦，啊，你伫遮，咱伫遮是啥物单位来主办的？当然有一寡哦，就一寡人讲啊来刻名啦，
啊，主要是 friend 从台湾嘛。哦 ，friend 从台湾。哎，主要是我本人，就是差不多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产地做旅馆有诶无，这拢是啦。Friend of Taiwan 哦，伫个奥迪上，Anderson 是当时来参加。伊出生嘛是差两千年就离家的吧？哦，那足早。啊，伊做会长做几年？哦，伊会长是到美丽体做了，伊遐接的啦。第一任是林美丽。哦，第一任林美丽。啊，所以伊参与伫个 Friends of Taiwan 嘛不加固吼。哦，我想做过诶，二十年、十几年，十几年吼，应该有啦，十几年有啦。有一边，有一边，我伫个，哦，这是感谢状啦吼。啊，对，是。这台湾日报吼，台湾日报要甲 interview 吼，要甲 Anderson interview 吼。这个 interview 的内容哦，咱甲引起来吼，啊就。这个要送哦 ，Anderson 哦，做纪念啦，哦，做这纪念嘛，哦，这后日哦，阮董事长黄吉时先生会去送啦，哦，送哦，这个 Anderson 啊，娘，哦，哎，啊 ，Anderson 就无简单哦，这无简单，92岁啊，哦，92岁啊，哎，而且呢，哦，我感觉因这个太太呢足可取。因为呐，阮咧开报每个月报的 meeting 哦，因太太拢对你来，啊，佫会小可佮记录一下吼，到尾佮做 volunteer 做催员。哦，所以背后有一个你贤助吼。对，哇，就我感觉因太太嘛87岁，我安尼吼，87岁。我有一边伫个 airport 就等着伊啦。嗯，我问伊讲，你要去倒去？伊讲，伊要去台湾看阿扁啊。哦。哦，我足 surprise。有啦，伊对领馆方面啦，有做。嘿啊，超工专程要去看阿扁啊！哦，哎，我这我足感动啊！我2004年有做一团等于啦，等于台湾啊，所以各部会有去总统府嘛，迄阵卢秀莲吼，接台湾啦，农委会啊，什么作者部门，我拢有去参观。嗯，所以以前都见到阿扁嘛吼，所以甲阿扁。无，迄届无。哦。迄届无甲阿扁啊见面，迄届是甲卢秀莲。OK。啊，伊这个伊阿扁啊，卢台以前伊捌见到阿扁哦，做总统时阵。无，伊就选举2000年，西雅会出钱给因。哦，伊等于一阵嘛是无见到阿扁啊。无。哦，安尼，这人哦，足重感情吼，对咱台湾的迄个。对啦，对。哦。因为伊就是想讲，阿扁啊，就是一挂罪名，应该是即嘛歹讲啦，到底。但我知台湾的百姓一半相信有罪，一半相信无罪。啊，对啦，我的看法是哦，你若讲用台湾的法律来讲哦，伊应该是无罪啦，伊就甲宋楚瑜同款嘛，宋楚瑜就无罪，伊哪有罪？吼、哦，那个，但是道德上我认为太有瑕疵了哈，就个人的看法不同款。对，OK， 所以你讲嘅一生是。为台独打拼，吼、哦！对啦，都希望讲台湾真正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啦，真正独立啦，卖个受制于中国安尼。对，系啊，这路还阁真长爱行啦，吼！啊，但是咱拢有信心讲有一天会达到啦，吼！啊，你台湾伫住伫倒位？我台南。台南，啊，你住台南出世？我想是台南出世的。哦，啊，你讲你高中的时阵，你伫个台湾的时阵哦，你都有这种迄个本土的思想。是，就是因为阮爸爸是士林啦，
啊，伊做 open mind， 伊来看这电影好看啦，讲啊，迄个《乱世佳人》偌好看，恁会使去看。伊是私人啊，做戏哦。做戏伊吼，阮兜迄个做得到第一名的金牌啊，啥物会足济啦。哦哦哦。都。阮兜拢文人较济啊，阮大弟弟是画家嘛。哦哦哦。啊，小弟弟即卖伫日本吼，伫日本翻译一个日本医生的册。啊。哎。给林汉哲给出版了。所以您到这种文化气息哦。对了，阿文这个二姐吧，伫民心野火，伊伫光能播嘛，写一个专栏。哦。美姬戏谈，迄个永续的戏。OK， 所以你是对这种家庭出来哈。你来美国甲丈夫结婚了后，你有几个囡仔？两个，一男一女啦。啊，即卖你从什么代志？我女儿都到尾伊读数学日子吼，但是拢感觉伊心惨，伊讲听人诉苦足艰苦的。数学我可能是听人诉苦，所以伊拢无去做这方面的。啊，伊到尾了做，即卖做 real estate， 二万加头路，伊无家己做。没新厝，好些咧。好些咧做 human resource， 就是咧讲介绍、头路，啊，即马拢未歹啦吼。都 OK 啦，两个拢无囡啦，拢结婚拢无囡啦。今年出厦门当选吼，你有感觉真欢喜。啊，当然啦、啊！这完全执政，这是等外久还等这个。啊，你对于有偌大的期待？我是在2012年哈、为着要选举鼓励阮这侪朋友，唔捌等于选的，我一定普选，一定爱等于选啦。啊，真可惜啊！我迄阵就看一本册《洋葱炒蛋》嘛哈。我伫高铁顶馆了读完。啊，了就对这个人好人心嘛，看伊这个人真无简单啦。哦，讲伊迄阵要摕 PhD 的时阵，因姐姐陪伊去，结果伫咧外口等几啊点钟，到尾才知影讲，因咧教授就伫遐咧讨论要给一个 PhD 啊，两个 PhD， 到尾讲无人摕两个 PhD， 所以说 one and half。政治经济嘛，伊到尾摕到 one and half 的皮，伊个博士。所以，伊是一个人才吼。哦，人才，而且你看伊咧谈判啦，国际谈判，伊拢足冷静咧对付。所以你对伊足有信心。有信心，你也看足无简单，伊嘛足低调的一个人。哦，对。所以也是咱值得个学习的所在啦。所以算蔡英文做总统，这是当然正确的嘛，正确对的代志啦，吼。真对，因为2012迄阵苏贞昌做成安尼不甩他，就家己出来宣布选台北市长吼，我看足侪人也不以为然啦。啊，这一次伊家己也知影讲伊无法度甲伊比，所以只是无出来坐啦。你对台湾你的看法呢？当时台湾会当经营独立？啊，这个、事实上的不利我是唔知啦吼，因为当然国际的局势，你即马习近平我看唔知连会倒无啦吼，因为你即马有人咧写批记落台嘛，所以这歹讲啦，这个这唔是这唔那干呐？迄个台湾岛内的代志，佫在配合着这個国际的情势，对，因为你中国呐愈来愈傲慢，伊邻居各国拢咧甲反对嘛，菲律宾啦、越南啦，吼，啊，你当然美国那是袂放伊耍，所以哦，即卖对台湾是有较有利啦。即卖情势甲三四年前比起来吼，比较有利吼。即个蔡定贵讲。2020台湾都要独立吧，那希望是安尼啦。但是哦，即个嘛做一小洞出来，伊嘛要做一个洞啊，我勒感觉种本来是金恒伟嘛要创一下老伙仔吼，到尾好甲在家己
知难而退。我意见用小动不要紧的，他们的那个目标赶快哈，哎啊啊啊，那、啊、有需要合作一点，大家合作，安尼安尼对噻。那少年的时代力量当然我嘛做 support，嗯、但是你若讲啊老的吼，真的是要阿伯退一步啊。多谢了哈，多谢你为台湾人做足些代志。无啦，这是应该，嘛不是讲为台湾人为着家己啦。为着家己。因为吼，足侪人拢讲啊，我无爱插政治，我拢甲伊讲，你无爱插政治，政治拢插你。你的食衣住行拢甲政治有关系。没有错，没有错。那是啊，你不爱插伊，就要插你啊。所以你得勇敢打出来嘛。啊，咱继续努力哈。好，多谢你。啊，咱今日 interview 给大家结束。OK， 感谢。